投资者始终必须站前台，不站前台你就谈不上投资者了，那只是跟风啊。那么投资者他是一种有创新的眼光，他要在事情发生前他要投下赌注，他是支持的。那这是一个投资者，好的投资者一定要这样做的。因此，区块链达沃斯这么多全世界经营过来，他当然对区块链这样一种前沿他不能忽视，一定要参与。投资者关心的市场的发展，对人类进步的影响，而不是它值多少钱。投资逻辑呢，应该从历史到现在都没有变化。它变化什么？就要面向未来投资，而不是像面向历史来投资。这是一个基本的理性逻辑，面向未来，因为人类在进步，不是回归历史，这是基本逻辑。那无非投资的工具、方式和手法不一样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大家都不可能预测，有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工具。